这款 Avant Guard S10 智能锁采用了不锈钢材质制造，防水防生锈，镜面设计时尚高端。一起来看看它的解锁方式吧。一、指纹解锁。二、卡，公寓卡。三、密码解锁。四、设置临时密码，还可以设置时间，方便来探访的家人朋友们用临时密码进出家门，过了设定时间，密码将不能使用了。五、远程解锁。访客到你家时，却没人在家，别着急，只需让访客按门铃，就能远程开锁，让访客进家等你啦。六、备用钥匙。可以放在包包或车内备用。关上门后自动上锁，门把提拉上来反锁。晚上睡觉前还可以打开安全锁。智能锁不仅为生活带来便利，更实现了现今家庭生活的安全性、智能和舒适。